好啊。你呀、啊，唔通安尼生呀、啊！这葡萄顶的贡品是别人乌白摕来吃的。安尼简单啦、啊，来来来。菩萨啊，我汤圆哦，到温州哦，是为着要救阮的朋友，所以哦，才会来到这。啊，阮中昼顿啊袂食，暗顿哦嘛啊袂食。今毛我倒是干干干，实在哦腰杆要死啦。啊，歹势啊，你这酒菜哦，拜托拜托啦，借阮饮一下啦。你啊，温顺哦，你得卖出声，啊，你啊，唔免互阮食哦。你着做你讲袂要紧啦，啊，我人着较好参详的啊。阿弥陀佛，好未？天公啊，你即摆是抓准菩萨，袂晓讲，我才超工安尼讲。是啊。妈咪啊！心不行，对心不行，需要连连叩头这十二个，不免记住的，也唔赶紧叩头。菩萨啊，我疼哦，后背真正唔敢再乱讲啊。是啊，汤婆伊是无心的，请菩萨你开恩呐！你啊！神雕，夫子，两位兄长，原来你拢伫遮。汤婆，啊你平常时啊，毋是天唔惊地唔惊，今仔日哪会遮尔啊无胆哈？啊，你莫甲我讲笑啦！文忠啊，你看我拄只小伊，伊就出现啊！是啊。兄，你不是叫强班吗？啊，刘县长，小弟即马改名叫做元忠啊。哦，元忠，你以前甲即马无共款啊？当然嘛无共款啊！你看，咱较早是少年啊，两位兄长，也恁即马咧，嘛已经拢同款发喙手啊。小弟当然嘛会无共款啊。对啦，两位。你来这些所在，而且还知讲小弟身遭危险嘞，是啊，你也知影。是啊是啊。诸位兄长，月主恩，喜宴祝贺酒，你若再开花心堪忧，此番全凭心歌友，烧酒斗分喝啊新酒啊，为此因由。用生酒，咱同好过也富好酒哦。娘，四方走侪无成就，土坟上影当死守。是啊，你无反顾将兄救，久别重逢解烦忧啊。元忠，当初有功爱民情。上怨忧，今日敢为左右手，强叫新天地中流啊！对对对，咱大家拢愿意跟随在元忠的左右，恁讲好不好？当然是啊，对啊，好啊，哪里真好啊！有诸位兄长相助，哪里都唔惊反元大业不成咯！是，多谢英雄好杰。救国无门，现在元忠你既然要起义，咱大家就一同号召天下，以人骗书，强谋大业啊！哎呀，真好，神中央讲了真好啊！以后神中央帮助小弟运敌为国，都唔惊大事不成啊！哎呀，各位啊，救国甲救恨虽然真要紧，也唔过眼前还佫一件代志是上加要紧的。什么代志？什么代志？恁来拢无收着啦！今嘛，我都腰杆要死，要食好饱，是不要走去泡晚餐啦？你呀，就干来记这件代志尔尔。哎，无喏，汤婆讲的真有道理啊！啊，巴肚若无先食好饱，是莫起疑。对啊，对啊。来，咱大家来饮酒啊！好啊，好啊，来来来来。Yeah.
听人家讲，强伯已经刀口过嘴，死去要招骨脉嘛。今仔我伫咧想，一定来找我，我找安怎才好呢？阿妮啊，你来搁起来啦！天就搁这么正早嘞，你要加睏一个讲。达利啊，你倒转来这段日子吼，阿妮啊加足好命，会去予你成歹去哦。阿妮啊，哈利波特这段日子，拢是你家己在咧做对唔对？怎我已经倒转来啊，予囡来照顾伺候你，这嘛是应该啊。来，照煮我鸡汤，紧将鸡汤啉落去吼。阿弟啊，这鸡汤足香的呢，真实的啊！你是不是吼，搁去山顶打啦？你家己的身体爱照顾，唔通伤忝吗？阿妮啊，这我知影啦，汤烧紧啉吼。阿弟啊，你是有啥物代志心？无啦，安尼啊，我无代志啦。你唔免骗我啦，你若是无代志，免哪会伫咧吐大亏呢？安尼啊，我是讲，这两天是要出去一日。你这个戆囡仔，安尼若有代志，你就做你去办啦。这几年吼，安尼啊，拢嘛是家己一个人安尼伫咧过，你做你放心，做你去。啊，不过我。你今仔日是安怎？啊，讲话安尼吞吞吐吐，你是毋是有心思毋敢甲阿娘讲呢？阿娘，可能这两天有人会来找我，也毋过毋管啥物人吼，你拢甲伊讲害你无伫，出去办代志，啊，啥物时阵才会倒转来？毋知影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无想要见伊？害你，害你有难言的苦衷。请阿娘，你原谅。好，好，好，你的意思阿娘明白。你做你去办你的代志，阿娘自然就会晓应付啊。那多谢阿娘你咯。进去吼，快你就来去。进去，进去，唔通耽误你的代志。奇怪，这个囡仔。到底是有啥物心事咧？伫遮啦，就是即间啊，够呀！阿母，阿母，阿母，阿母啊！失中百姓，是啊，是我倒转来啊，失中百姓倒来，是啊，阿母，阿母，奇怪，哪有遐侪人的声音啊？阿母，汤河跟我倒阵倒来啊！真是嘞，阿母，汤河。这是汤河你啊！是啊，是我啊！啊，搁有啊，阿母，还搁有我两位朋友啊！来，我甲你介绍，你面头前这位叫做尚富春啊。阿母你好，还搁那边那位叫做李县长。阿母你好，对啦，中八的啊！哈，啊你不是去参加什么义军？啊，哪有闲通我倒转来弘扬？阿母，我即嘛是投靠在贵族那个帐下，而且贵万岁伊搁收我为义子。为我改名叫做元璋啊！元璋哦，是好名呢。对啦，中伯的啊，啊你这摆倒转来找阿母是有啥物代志？阿母，我这摆倒转来是要来找痴蛋兄的啊。你是专工要倒转来找痴蛋咯？对。阿母，阮听讲哦，痴蛋伊转来啊，即摆哦正是查甫囝出来到元七大车兵好时阵。啊！若参照七大兄这款的人才，踮在厝里实在是无彩啊！啊，不过恁来了伤慢啊啦，伊有代志出去啊呢。啊，不要紧啊，阿母，七大兄无伫咧，我来闲在门遮等你倒转来啊。不是啊，无喏，伊这摆出去哦，唔知啥物时阵才会倒转来，我嘛唔知啊。这。伊这摆出去哦，唔知啥物时阵才会倒转来，我嘛唔知啊。
这要安怎？阿母，齐大娘敢无甲伊讲，伊要去对？伊也无甲我交代，伊干那讲，代志若是办好，才会当倒转来啊。阿母，既然齐大兄无得嘞，阮也袂当久留。要无，我甲你提些物件来，你老大人留咧慢慢去用，阮就先过时呀。对唔捌的呀，啊恁大家倒转来尔，啊连伊都要离开啊。阿母，现在元璋已经做你阿边的大将军，不过要招军买马，所以就袂当搁再久留了。是啊，阿母，当初是你送我去投靠齐军的。害你若无做出一番的作为，实在是对不起你老大人啊！中办，你今仔日吼有这个成就，阿母真欢喜。有代志恁做你去办，唔通因为阿母耽误着恁的大事啊！是，害你过时，阿母过时的，阿母无送吼，顺行。齐大娘是唔肯甲咱见面，无愿意要嫁入义军呐。齐大兄文武双全，元璋若无得到齐大这人才，实在是太可惜。这，我有一个妙计，下当有齐大不请出来啊。小兄，请讲啊。咱甲阿母带走，就唔惊齐大伊唔肯来。什么？你是讲要让阮老母做人质？这？安尼敢若无够我妥当啊！诶，元璋，你放心，咱也袂对阿母伊老大人安怎啊？嗯，此计甚妙。六位兄长，此事万万不能啊！元璋主席。你所讲的虽然是句句有理，也不过我明明做这种不仁不义的代志呀。文忠，不是，这是一件大仁大义的代志。阿母，阿母，你拢有听到是？是，中伯你所讲的话，阿母拢听甲真清楚。来，中伯，你带阿母来去，相信达尼一定对后壁来。到迄个时阵，阿母才好好啊，甲伊苦劝啊。阿母，安尼实在是太委屈你啊！你千万唔通安尼先讲，行，咱紧来去。阿母，我甲你爱。唔免啦，用罢了。阿母还阁真勇敢滴个，我会晓家己行。好，阿母，无你对遮来，行行。小雨，我困一下吼，来，来，谢谢，你好。阿母，这最好你饮，来，来，提好势吼。谢谢你，阿母，你慢慢啊饮。朱中伯，齐大兄，齐大兄，你来啊！将军，你这不仁不义的禽兽，哼！阿娘，阿娘，
你哪会安尼对人无礼呢？哼，伊是把我赶出来，假有心，搁有啥物信义通好讲？安尼啊，咱莫插伊，紧来去。大丽啊，你是伫咧讲啥？上摆是看阿娘伫咧厝诶无代志做，啊因逐个招招诶吼，要爱阿娘来山顶行行诶，你哪会用安尼对待人呐？阿娘啊，你莫叫人骗去。七弟啊，你莫叫我。阿娘啊，因分明是利用你来引诱我出来啊。大丽啊，真正兄弟来找你，啊你煞去避诶，毋肯见伊，你安尼做。感到无失礼心，阿娘啊！阿娘啊，因分明是利用你来引诱我出来啊！大丽啊，真正兄弟来找你，啊你煞去避的，唔肯见伊，你安尼做。感到无失礼心，阿娘啊，因即摆四界招军歹嘛，即阵来找我，无就是要叫我去甲因参加义军的啊。大丽，你听阿娘讲啊，你做的元朝大官是苦。母亲的教诲，古人说：“天高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跳。”你自细汉，阿娘就教示你，男儿志在四方。你要哪会晓为着阿娘，甲你家己放脚放手？阿娘。这翻原大业，并非一朝一夕啊！这几年来，阿娘你家己伫咧故乡地受这么正多的苦，阿你即马只是要带带你的身躯变正过，伺候你，何不你享受天伦之乐，以弥补阿你过去的不孝啊！你呀、啊，自古以来。忠孝是不能两相全，你的孝心阿娘会当明白。严哥，我这个做老母的，甘着无希望你留在我的身躯边，甲阿娘有孝心。无着，拄着一个，着了我招来。
将烧酒当作酒。